你看见。这常小霞就是坐这辆车离开不久的。不过那天有点晚了，我也慌慌张张的，没拍清楚。够清楚的了。你能看清车里的人长什么样啊？我看不清，但我认识这辆车。小姐，你真漂亮。好看吗？呵呵，好看。你穿什么都好看。真的啊？那我可买了啊。这个岳主任啊，是我之前公司的直属领导，属于项目部的头，在公司已经很长时间了。为人很低调，树立形象也不错。听说他老婆孩子早就送到美国去很多年了。那你觉得他跟当年的事儿有关系吗？他没有直接参与当年的项目，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。我只是很奇怪，他怎么会跟常小霞认识？那还不简单，明天你一上班直接问他不完了吗？体检报告出来了，怎么样？潘教授说各项指标都接近正常，这就是说你治愈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太好了，老天终于开眼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失态了。没关系，志军恢复的这么快，也有你照顾的功劳。这是应该的。红梅小姐，我派车送你回去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不必客气，司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。那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见。那我先告辞了。爸，谢谢你，这段时间让你费心了。你是我的儿子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坐下，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你还记得郑慧珠吗？郑慧珠是郑和熙会长家里的小女儿。小学的时候你们是同学，我记得胖胖的，他怎么现在可不是胖丫头了？是吗？已经出落成一个大美女了。真是女大十八变，一点都看不出以前的样子。她现在在英国读书。嗯，等你身体再恢复一些，我通知她回来一趟，你们见一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和他见面？我跟郑会长都认为你们两个很般配啊。爸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您还包办婚姻呢？你还有这种想法？慧珠可是很漂亮啊。爸，不管她长得多漂亮，我心里有别人了。你还记得我刚回家的时候，您问过我在中国办婚礼的事吗？
你不是跟我说过你们两个并不合适吗？是，她叫陆安娜，我发现我自己得病了，我不想要连累她，所以我骗了她，说我自己在那艘船上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她带着我的照片，一个人举行了婚礼。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岂能这么草率呢？再说你没有参加婚礼，就算不得结婚了，它并不影响你跟郑慧珠的结合。爸，我为什么要接受潘教授的治疗方法？我知道他还没有临床，也很冒险，但我还是接受了。唯一的原因，就是为了我的中国爱人。为什么不惜一切代价的救你？因为你是我儿子，也因为郑家跟我们遇到了同样的金融方面的麻烦。你跟郑家小姐的结合，是我们两家的期待。反正，除了安娜，我不会接触任何人。哥，这下面怎么办啊？你到底想好没有啊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肯定听你的呀。咱们现在既然知道了常小霞和你们岳主任的关系，那再调查下去应该就不难了吧。哎，比方说啊，你知不知道你们岳主任住哪？知道。他现在不是已经把老婆和孩子送出国了吗？那说不定现在就和常小霞同居了。你告诉我地方，我去盯着。可就算知道他们同居又能怎么样？至少咱手里多了一个把柄啊，万一将来他们还撕破脸呢？你这么做很有可能会打草惊蛇。就目前来看，岳主任在公司的地位比我高，我一个人斗不过他。找女朋友呗，他妈是公司大老板。哎呀，你别不好意思了，现在做什么都讲关系，你有这么厉害的关系你不用啊。第一，自己的事情要靠自己完成。第二，陆安娜不是我的女朋友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装啊，接着装。进城没几年倒学会装了，我从眼神早看出来了。你看他的眼神跟看别人不一样。怎么就不一样了？那眼神里啊，充满了深情。洗洗睡。哎，你。少爷在中国的情况你都知道吗？会长，他在中国有一个爱人叫陆安娜，你知道吗？知道，他们已经不来往了。我在跟他谈起郑家姑娘的事儿，被他一口回绝了。他说病好以后要回到中国，那个叫安娜的中国女人还在等着他呢。还有那个陪着少爷的女人和少爷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让你查了这么久，一直都没给我个答复。他们都聊了些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不能再放任他们继续下去了。给我全面监视少爷。我真没想到，我以为这次爸为我治疗是为我好，原来他是利用我，满足他商业上的利益。没想到他还是老样子。对，他依然没有变。我明确跟他说了，
除了安娜，我谁都不会娶的。但你不听他的安排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不管。进来。对不起，少爷，我来维修空调。我的空调没有问题啊。我清理一下，检查一下分道。好吧。老二，老二，我现在已经能收到信号了。对对对，说了多少次了，不要对着话筒说话。你藏好自己啊，注意安全。能听清楚吗？能听清楚。少爷，空调维护完了。无论他们说的什么话，都要详细记录下来。会长要看的。放心，我是专业的。把这个调大点。线路接好了吧？嗯。海强公司以次充好，使用劣质产品，盗用其他品牌。现在宣判，海强公司和海运公司的合约无效。副总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不要在这个时候让于晴抓到把柄。给我闭嘴！我是带着项目进这个公司的，现在你们等于是把这项目给弄没了。我们公司都快被罚破产了，这还不是你们自己弄出来的事情？你有完没完？给我滚出去！好啊，胡强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这么说话怎么了？我现在特别烦你，出去！行，你给我等着。哇，这房间怎么这么热啊？是啊，我以为是我自己觉得热。开着空调，感觉不起作用啊。真的不制冷哎。我打电话给他们吧。空调出的是热风。喂，我房间空调不制冷了，你派人赶紧来检查一下。赶紧去看看，别一会儿被发现了。工具箱带上。是开着的呀。听说你们这里空调有问题，我是来维修空调的。哦。现在试一下凉不凉？哦，可以了。怎么回事？啊，少爷，刚刚制冷的线路有问题，所以是送风不制冷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我以为刚刚是我自己觉得热。以为是那个药的作用发热了。哎，又是谁啊？少爷，我们来修空调。不，已经修好了。修好了，你们修的？你们的人修好的？打扰了。怎么回事？
进来吧。金律师，有事吗？我没事，瞎转转，来看看你。请坐。今天怎么样？今天挺好的，一天比一天好。你的父亲盼着你早点好起来。他应该是怕我死了，没办法跟郑家联姻吧，损失他事业上的利益。你不要这么想，他是真心的希望挽救你的生命。我之前躺在病床上还在想，父亲变了，变得我都已经不认识他了。一提到郑家，一切美好的感觉仿佛回到了从前。我好像看到了当年母亲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。你要理解你的父亲，他真的是为了这个家族。少爷，据说今天的空调坏了，不知道修好没有？修好了。你可要仔细看看啊。早点休息吧。听说你们这里空调有问题，我是来维修空调的。少爷，我们来修空调。已经修好来了，哦，你来了，吃饭了没啊？啊，整天待在房间里挺闷的，你等一下下去陪我溜达一圈吧。哥，你说是谁想监听你？是金律师吗？还是金律师提醒我的？肯定是我爸找人看的。你爸爸在怀疑，想通过窃听查清我的身份，大概同时也是监视你。你怎么知道他在调查你？后来他好像没有再问过你的事情，金律师也没有问过，他们好像相信了你是我同学。我还是觉得跟我爸爸说的要我跟郑家联姻的事情有关，他怕我逃跑或是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吧。也许他两个目的都有吧。太过分了，把我当犯人。可你说我们现在能怎么办呢？我们能不能逃出去想办法跑掉？我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怎么能跑？你现在是跑不了，那等你恢复以后呢？你又不是没跑过。
进来。头，有电影电视公司的人来找你。电影电视公司的人找我，找我干嘛？他没说，这是他的名片。头，这位是影视基地的孙军导演。孙导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那请坐。哎，好。倒杯水。好的。不知孙导找我有何贵干？我女儿啊，给我推荐了一篇你们杂志社的纪实小说，我看了，非常感兴趣。哎，我们公司也很感兴趣。我来是想买下版权。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篇？对你说永别。就是那一篇写中国姑娘与外国帅哥的跨国恋的故事吧？对对对，就是这篇。啊，这一篇。其他的您没看上吗？我就是冲着这篇纪实小说来的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孙导，请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喝咖啡。哎。其实上午有另外一家影业公司的人来，也是在跟我谈这篇小说的版权问题。你答应他们了？口头答应了。啊，口头答应，那不算答应。他们出多少钱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、啊、肯定是钱的问题。可是这个版权费，我们永远比对方多几万。这不是几万块钱的问题。十万，我们永远比对方多十万。你开心吗？这事儿还真麻烦了，我得去找对方谈一谈。那就好。还有，这个作者是你们这儿的吧？是啊，当然是，当然。我看了，前后啊，不是一个人写的。我想用开始几期的那个作者，做这个戏的编剧。那个作者他现在有一点事儿，暂时离开公司了。可是写后面那几集的人都在。啊，那就算了。我还是觉得写前几期的那个作者好。他不是你们这儿的吗？你把他叫回来。我们的稿费啊，我们的编剧费可是比较多的。那编剧的合同，你们可以给我们杂志社签吗？只要是这个作者。可以啊。这期的插图特别好，和主题非常配。哦，最近戈雅跟你联系了吗？没有。他也真是的，走了以后连个电话都没有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不知道。你们关系这么好。我说了我不知道。知道戈雅在哪上班。帮你。怎么样？赶紧。是吗？那我们要答应吗？好，你试试。戈雅。哎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欢迎光临，请随便看看。店长。来了位客人啊，你接待一下。
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呢？我随便看看。好的，那有什么需要请您及时叫我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哥呀，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吗？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在这种地方工作。你跟我回杂志社吧。我在这儿挺好的。你是不是因为陆安娜？我可以让她回家，反正她也不在乎这份工资。别，你千万别这样，你要这样的话我更回不去了。那这样吧，你不用去办公室上班，你就在家工作，这总可以了吧？我已经错过一次了，不想一错再错。哎呦，你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？就是为了陆安娜说的那些话吗？我跟你说，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把你当成朋友。如果他把你当成朋友，不会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跟你计较。他心里没有你。这件事儿，我谁都不能怪，要怪只能怪自己。格雅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有什么事儿下班回家再说去。好的，我马上回来。头儿，我先回去上班了。你再考虑考虑啊。我先回去上班了。学生，这大白天的不干活，人也找不着，闹半天跑这睡大觉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昨天晚上加班来着。又加班？这不跟海强公司解约了吗？一大堆文件要处理。没了？没了。我问你啊，除了于总交代的工作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影响你休息啊？什么意思？哦，没什么意思。我呢，就是想提醒你一下啊，上班时间睡觉影响不好。这也就是让我看见了，要是别人看见了，哎，我知道了。工作嘛，也得讲究个劳逸结合，是不是？哎，今天晚上有事吗？今天晚上应该没事了。那好，晚上要没事儿，我请你吃饭。你请我吃饭？对呀、啊。你现在是于总的助理，前途无量啊！那我可不得好好的把持把柄啊！您这么说，我就不好意思了。就这么定了啊？这不太合适吧？接着睡，踏踏实实的。一会儿呢，我把门插上，不让别人打搅你的美梦，啊。我记着没装错啊。那你什么意思呀？没装错怎么两只都是右脚呀？把你们店长叫来。店长呢？哪位是店长？我在你们这儿买双鞋，拿回去一看是一顺儿的，我还让我朋友来看，我这面子可丢大发了。店长，我记得他拿走的时候是一双。要你这么说，是我讹你啊？这位女士，您别生气，实在不好意思，由于我们的失误给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现在就给您换一双。换一双就完了？我给您打个折吧。你今天就是白送我都不行。那您什么意思呀？明明是你错了还不承认，你这个态度我非常不满意。对不起。哟，现在知道错了。行吧，把你们经理叫来，看这事儿怎么解决。
演得不错啊，辛苦你了。给你的钱，结果怎么样？茉莉啊，你跟那小姑娘到底多大的仇呀？我刚刚可是咬着后槽牙才说出那么恶毒的话来。别装什么善男信女了，你完全是本色出演。你羡慕杀驴是吗？哎，说实话，那小姑娘真挺冤的。我看她可怜巴巴的样，好几次我都想撤了。你懂什么？我都是为了她好。经理，这客人当初拿的肯定是没有错的。你不用强词夺理，你被开除了。您好，请进。谢谢谢谢。祝您用餐愉快。好，来吧。还有别人吗？今天就我请你啊。哎，一会儿啊，你嫂子也过来。嫂子？啊？哎，我听说夫人不是在美国吗？回来了。一会儿啊，你见着就知道了。来来来，今天呢，我点了几样菜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合你的口。那个酒呢，咱们就喝着。我给你倒酒。哎，就不喝酒了吧？那哪行啊，不喝酒哪行啊。不告诉你啊，这个酒可是我珍藏了好多年的好酒。我开车来的。开车怎么了？我也开车了，一会儿找个代驾不就行了。你今天真的是太客气了。哎啊，你看你说的。来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平凡啊，其实呢，我今天请你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你看咱们俩啊，上下级这么多年了，这心里话说的还真少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今天我老岳就是想掏心窝子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您说。哎呀，你还记得当初你来公司的时候，我为什么把你弄到我的手下？我听说是您亲自点名要的我。没错，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你小子是个人才。现在看起来，我这俩眼没看错。您过奖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咱不说这套客套话了啊。其实吧，我想告诉你啊，我把你招到我手下还有一个原因。是吗？什么原因？你老家是浦江的。是啊。这就是我招你的另外一个原因。就因为我老家是浦江的。没错，我对浦江印象非常好，而且对那儿也很有感情。原来啊，咱们公司在那儿有一个项目，叫临江仙境，就在浦江。当时呢，那个项目不归我管，我只是在前期考察的时候去过几次。也就是这几次，让我见识了当地的风土人情、锦绣风光。当然了，也就是这几次吧，我认识了一位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非常重要的人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哦，我跟平凡都到了，你快点进来吧。啊，请。平凡，霞姐，
喂，桃儿。喂，哥呀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家呢。哦，我就在你家对面的那个咖啡馆，你过来坐坐吧。我说错了，我不在家，我在外边呢。那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要不这样，咱俩一块吃饭吧。哎，不用，我吃过了。我现在有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跟你见面聊聊。不是，我现在真的走不开。我想跟你聊聊你的新工作。你现在的工作怎么样啊？新工作？我现在工作挺好的。格雅，你这是何必呢？我跟你说句真心话，现在外面不好混，你还是回杂志社来吧。你要是回来了，我给你加工资，你看行吗？不用了，桃儿，我谢谢你的好意。哎，我现在处理点事儿啊，先不跟你说了。来，哥们，再干一个。哎，来，我来，谢谢。别吧，你看，今天你哥把心里话都跟你说了，是吧？你呢，也给我使点儿。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不是这方面的。那是什么？你觉得我老岳这辈子算成功了？当然算成功了。您在公司是高管，身份高，地位高，还有股份。您还有个儿子在美国读书，还有您爱人，还有霞姐这样的红颜知己。我可不是他的什么红颜知己。哎，人家平凡说的对，知己就是红颜知己。平凡啊，真的，我不怕你笑话。我觉得我老岳这辈子挺失败。失败？为什么？我总觉得吧，我信任的人他不信任我。是吗？谁呀？傻吧唧的，你还让我把话说再明白吗？啊，今儿在座的没有外人，咱就把话说透了，其实就是你。是。好，承认就好。这说明啊，咱哥俩的关系还是有彼此信任的基础。不过我想问你一句，你这查了一个六够，有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老岳在这个浦江这个烂事上有瓜葛？没有，还没有什么直接证据。就是嘛，在浦江这个项目上啊，我就是走马观花，是吧？随便的就看了一看，这小霞都知道。当时我爸拉我去做接待，岳大主任啊，什么正事儿都不干，眼珠子就围绕着我转。你们男人啊，都是一路货色。当着平凡怎么能说这种话？真是注意点。接吗？啊，没事。岳主任，哎，您今天请我吃饭，就是为了告诉我，临江先进补偿款的事儿，跟您没关系是吗？对，
就是这个意思。今天啊，废话咱都不说了，是吧？哥哥就想问你一句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咱就把这杯酒干了。以前我伤心的时候有他陪着我哭，我高兴的时候有他陪着我笑，一段关系没有谅解的话怎么也不会长久。你的配合至关重要，因为你是他最信任的人。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？你不是告诉安娜没有爱上别人吗？他跟赵平凡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明天就要去中国。哦，你查我的账啊？哎，这还不过分呢？相互信任嘛。多远的